欢迎回到《师车有约》。今天的十分访谈，我们来谈一下呢邻里纠纷。虽然我们常说以和为贵，不过在邻里之间发生纠纷的事件，在本地倒也是常常听说的。是是是。这个光是在建物发展局方面呢，其实去年呢就接获了3000多起的邻里纠纷投诉呢。对，邻居之间哈，为了一些事情呢争执不下，除了投诉，还可以怎样在不伤和气的情况下解决问题呢？马上欢迎两位嘉宾，首先是律政部社区法律服务司司长廖丽梅，廖司长您好。你好。以及呢社区调解中心首席社区调解员林兰元博士，博士好，欢迎。你好。所以我们叫廖司长，本地最常见的一些邻里纠纷包括了哪些？好，那在我们20年的历史当中呢，其实我们调解了超过9000起案件。那其实这9000起里面呢，我们看到大多数的是邻居之间的纠纷。那邻居之间的纠纷呢是什么引起的？那我们看到的许多是因为噪音而引起，那也有一些是因为就是那些衣物啊、滴水之类的纠纷。对，那除了邻居之间，还有其他一些纠纷吗？还有，那我们有看到就是朋友之间或者是家人之间，也有看到就是同事之间的纠纷。那我们也会看到一些租户还有他们的那个房东的纠纷。对，这些朋友同事之间也算是你们的处理范围啊？对，他们也可以到我们的调解中心来调解。那基本就是上就是任何人之间如果有不和的问题都可以找你们了。对，我们也可以找你们。当然可以。开玩笑，但是根据像这个报道指出，去年一共有216起邻居之间的纠纷，那只有2起成功的调解成功。为什么成功率那么低呢？那我就要clarify 一下，那其实这216起呢，他们不是纠纷的个案，它其实是投诉。对，那其实来我们中心登记的就24起。去年就24起，这些都只是跟吸烟的，对，吸烟的，怎么会有跟吸烟有关的投诉呢？邻居抽烟、啊，对，邻居抽烟，对，影响到，对啊，对，你看是楼上楼下还是隔壁啊，就是那个烟雾，我这里没有自己，所以我没反应过来的。为什么它的成功率会这么低呢？OK， 所以24起之间，其实只有2起他们通过了，调解，那这2起其实都成功的调解了。那另外22起，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到我们的中心来调解呢？其实他们登记了，可是可能另外一方他们不愿意来中心调解。那这也没有问题，就是可能这22起个案当中，他们可能就是经过别的途径来解决这他们的纠纷，可能是一方去另外一方说，我们不要去调解中心吧，那我们就私下讨论。那如果你高兴我高兴，那就没有关系了，对吗？所以翻案一下，2起来到你们这里的都成功解决。那林博士有处理这样子的一个个案有经验啊？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最后怎么调解成功的？我就跟你分享一个那个案例。这是租的一个楼下跟楼上一个邻居的那个纠纷。关于那个抽烟的。这楼上那个我们说是A 房，他投诉下面那个 B 房。抽烟，那个烟味，那个烟雾飘到他的家，而且他的家里他有一个女儿，他女儿有个哮喘病，所以就影响到他的健康。他是认为说我们应该有一个没有烟味的那个环境。不过那个 B 方就不认同了，B 方是说我做工很辛苦，回来我要休息，我要抽烟。而且他就很困扰，因为他那个 A 方每次去那个建物局投诉，市政理事会，还有新加坡那个国家那个环境局投诉，像我们通过了那个调解，大概2个钟头，我们能够达成共识，他们双方都愿意解决他们的那个纠纷，在那个。同意书，他们那个 B 方就同意说我能够抽烟，或是只是正那个在那个一个小时的那个时间固定的时间，在那个固定的时间，那个A 方就把他的窗口关起来，而且他们两个都同意说，未来有其他的纠纷或者这个抽烟的纠纷，他们就应该要共同的。去探讨怎样解决那个方法，而且你还请他们白纸黑字签下来。对，签下来。对，请问司长，
就是我们在去到这个步骤之前，如果我跟邻居真的有类似纠纷的话，有没有什么技巧是我们可以直接先跟邻居进行沟通的？那如果你有信心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，那你可以去找另外一方讨论。那你想找他讨论的话，你要找一个合宜的时间啦。那你不要再很像他的孩子在吵闹的时候啊什么，那他的心情一定不好。那你要找一个合宜的时间去跟他讨论。那你要记得的第二个东西呢，第二样东西就是你要保持冷静。那你不要在自己很生气的时候去找他讨论，那你就会针对他而不是针对问题，对吗？那你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一个双赢的方案，而不是要去辱骂他，不要用一些辱骂的词汇。对，那和和气气的跟他说你自己的立场，而且听取他的立场，那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双赢的方案，就是很像林博士刚才说的，很像有一些时间你可以抽烟，有些时间真解是时间要错开。那林博士有什么个人的一些贴士吗？或者是个案可以分享私下去调解的？我就在详细的一个另外一个个案了啊，那个是噪音人的。这也是在一个邻里的那个主屋，是在那个一层的那个主屋，在角头那个就有个我们说A 方啦，角头，他的那个门前，他们有个公共的走廊，他的隔壁的那个邻居是蜜蜂，就刚刚搬去那边啦，六个月，他这个本身那个 A 方是已经在那边已经有20多年了，这个 B 方他有三个孩子，这个孩子是很小的孩子啊，3岁、4岁、6岁这样，你知道孩子是很活跃。他们就每天就从那个走廊跑来跑去，跑去里面又跑去外面，叫那个对那个 A 方是一个困扰。A 方在投诉那个 B 方的时候，他是投诉说那个走廊已经比较肮脏了，而且那个墙壁也是比较黑，最重要就是那个三个孩子，他们的噪音就太亮了。那这种问题怎么解决？毕竟是小孩子。对，所以就是在那个调解的过程，那个 A 方是很生气，因为那个 B 方跟他讲说，他们是孩子嘛，孩子很活泼了，就不要约束他们，给他们跑来跑去。那个 A 方就不认同了，他就说如果你们父母不会看你们的孩子，看住你的孩子，我来管他们。这样子就有一点，吵起来了，火也大。对呀。就是为了这个，他们就不妥协了啊！所以用词很重要，对呀，对。所以在这个僵持了一个小时多然后就单独的跟他们双方讲话，劝他们说这个是一个小事。在那时候我们就能够达成共识。那问题也解决了嘛？对，那是最重要的。是，所以我们刚整理一下，就是这个不要带情绪，遣词用字要注意。所以大家听到这里会不会很好奇，这整个调解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样？对，请问一下廖司长是怎么样的？那调解的过程嘛，那其实，在调解之前，那你需要申请调解嘛，对吗？那你可以通过两个你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电话，还是上我们的网站来申请。那申请了之后呢，其实中心会了解详情。那如果是一个适合调解的那个纠纷的话，他会打给另外一方，邀请他来我们的中心调解。那在调解当中呢，其实就是那个调解员他会解释那个过程，这是第一步骤。那他解释了过程之后呢，他会让双方各自的说他们的立场。那之后他们会就是调解员会进行一个讨论，那看有没有一个折中的方案。那之后呢，他们会写那个协议书来就是record 全部的那些他们的协议。我看画面上面好像是有两位调解员，是？对，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安排？而且怎么挑选适当的调解员？就要看个案的那个不同的性质。对，那就是很像我们会看年龄啦，也会看就是那个 race 他的种族啊什么来筛选我们的调解员。那也会有一个男方一个女方，那可以所以尽量就是大家文化背景方面平衡比较好沟通。对，所以如果最终还是没有办法解决这样子一个纠纷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
那我来回答吧。那如果最后没有办法来解决的话呢，其实是有是有一个方法，他们是可以去那个 CDRT， 也就是 Community Dispute Resolution Tribunal， 邻里纠纷仲裁庭，来寻求帮助。对，那个仲裁庭它是可以命令他们强制性的调解，又或者是听那个听证，对。但是真的，终究无论如何，邻居一场，还是希望可以大家通过沟通的方式来解决之间的分歧。是，今天谢谢两位的这个分享，谢谢。当然，如果希望可以通过社区调解中心来解决这些邻里纠纷的话呢，其实你可以通过以下的网址，或者是拨打热线来寻求专业的帮助。那么，如果邻里之间呢能够和睦共处，生活中可以彼此的守望相助呢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其实说到这个联络感情，这个十月份我们建议大家可以跟家人朋友一起舞动起来，做运动的同时增进情感。由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办的舞动2018已经在全岛各地展开了。稍后诗晨花艺教你简单的舞步，让你保持身心健康。稍后见。